各位同学，我那个昨天哈、哦，那个最高法院哈、哦，有做一个判决，这个哈、哦、判决很重要哈、哦，那个111哈、哦，就哈111哈判决哈、哦，这个那个王光禄的持枪啊、哦、狩猎那个布隆族族人这个有没有？那个无罪确定啊，那个真凶是11年哈、哦，那个这个部分比较特殊哈、哦，原先是蔡总统哈、哦、给他特赦。啊，已经无罪了啊！但是他为了哈、啊、自身的清白跟族人传统文化的哦、啊、那个各方面的权益的哈、啊、那个争取清白啊，所以这个部分啊，那个最高法院的那个哈、啊、这个判决很容易考试哈、啊，很容易考哈、啊。那个枪炮弹药哈、啊，枪炮弹药哈、啊，那个今年也修了哈、啊，那个这个枪炮弹药上课哈、啊，不管是法规、情境、实务或是情务都很容易考哈、啊。如果是有买文汉那个，高汉那个报完考察的哦，你看他请勿哦，就放了一条枪炮弹药，到这个纸条你的题目，哦，这个部分的话，那个很容易考哦。今年的话，考题哦，应该是跑不掉的哦，一定会考的哦。那个修法有没有？你看啊、哦，那个，哦，那个113哦，修这么多有没有？那么修这么多哈、哦，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很容易考哈、哦。当然，这个原住民的部分还没有哦，没有这次哈、哦，这次的部分就是原住民的部分还没有哈、哦，下次还有可哦。那办法有可能会再哦再出来，或者再修那个条例哈、哦。那个同学要注意哈、哦，那个警察法规哈、哦，升官等有考，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哦，这个。今年出题的机会几乎都确定一定会有，好、哦，那是考多少的问题而已哈、哦。还有我们那个情境实务哈、哦，情境实务哈、哦，那个虽然是枪炮弹药的部分哈、哦，最近已经那个考试面题大纲哈、哦，大概就是比较只剩下枪炮弹药哈、哦，考的机会还是会有哈、哦，不然就勤务哈、哦，勤务也会考哈、哦，所以说。这考点的话很多项很多面齁、哦、请同学要注意一下。我们就来讲这个齁、哦、那个王光禄的部分，王光禄部分判决齁、哦、有没有，你如果来龙去脉了解的话就不能齁、哦、那体会这个部分齁、哦、应该齁、哦、都会到最后应该是齁、哦、那个会判无罪齁、哦、因为律师也是很尖齁、哦、律师他也是那个齁、哦、为了改变整个齁、哦、整个我们法官的对应齁、哦哦，还有国人对于哈原住民这个哦多元文化的哦尊重哦做了判决，我大家都哦大部分的人都非常肯定这个判决哈。好、哦，因为803哈，803四至803的时候就有那个透露出这个哈、哦、对原民文啊、哦、原住民文化多元文化的人尊重，但是还是有模糊空间哈、哦，还是做了不够好。然后这次最高法院哈、哦，最高法院的判决哈。哦应该比较符合哈、哦、那个多数国人的那个还有人民哈、哦、的期待哈、哦。好，我们看一下哈、哦、那个判决撤销，然后好自行改判无罪哈、哦，这个是无罪哈、哦。因为这个部分除了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以外哈、哦，还有侵害到野保法的部分哈、哦，就是那个用枪是非法猎捕保育类野生动物的部分哈、哦，这通通都判无罪哈。哦，至于说他。时候的枪支是不是有那个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哦？因为当时检察官也没有起诉哈、哦，这方面都到最后后面哦是哦，他们不是判决那个所及了哈、哦，大概就没办法了哈、哦。好，那个因为这哦案情的话，大概就时候那个哦杀伤力土造长枪啊、哦，具有杀伤力啊、哦，非法持有哦为供家人使用就慢慢哦哦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会基于学术研究或教育目的持以激发猎杀啊、哦，那个他子弹啊、哦，这子弹是不是自私啊、哦？那个判决也有讲啊、哦，那个跟那个正宗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哈、哦。公告列为异议保育类野生动物的哈、哦，那个山羊、山羌这些等等啊、哦。好，那个这个是事实在业哈、哦，非法持有部分这部分哈、哦，这很特殊哈、哦，你们同学要注意看哈、哦。那个枪炮弹药哈，枪炮20条自制猎枪哈，这个部分啊，老师讲过了哈，那个今年这个一定各方面考试会考哈，
20条，好，这个知识列强，好，只有知识列强这个部分，哈，知识列强的部分，哈，那罚款有没有2000到2万？哈，你看哦，我们去年哈，去年原住民哈，那个真是哈，就人民会委托高健我们补习班哈办理警察特考哈，这个。委托案哈，你看我那个甄选入训，因为报了很踊跃哈，我们只有20个名额，到最后到30个名额，哦，甄选入训那个题目哈，我就有出这个罚款，有没有？你看我都有出这个罚款呢，真像老师敏感度哈，你看去年的事情哦，去年那个哦11、12月的时候哈，甄选入训的时候我就出这个题，出这一题了啊，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哈。那个，他知识列强啊，并无应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许的方式制造之限制，他没有这种限制。你自己是不是？哦，科技的进步，哦，我那个，哦，用那个知识，哦，当然不能用知识哈，用知识的话，哦，那个部分，他主造长江的话，这个部分是。并没有说应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许的方式来制造的限制。好，你说这主造长江，这不是我们传统原住民啊所制造的允许的方式啊？但是问题是，原住民传统所允许的那个方式在哪里啊？也没有规范嘛。然后，但原住民就没有自治列强之文化有没有？这个要注意也忽略803安全性。如果说你如果没有规范，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容易引起主人在制造或是打伤人，容易打伤人的安全性的考量跟要求？所以这个部分这种种都对于宪法保障人民生命自由权之意志有违的最高法院那个非法持有枪支部分，他是这样讲的然后是这样解释应将不是但是自制猎枪的话就不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个不是自制猎枪以外，考量。原住民族有权选择自己的群组生活，并享受科技带来的进步，使用更为安全的猎捕工具嘛，延续其猎鼠文化哈。原住民那个主个人并非均等的猎枪制造技术也会有资历购买啦哈，就抽象来设备来制造的，这是猎枪应包含很重要它是以用自制他用的情形。你像那个黄公路捡到的，就他自己用嘛，自己枪是否使用知识，尚未判断是否为自制猎枪的标准。那个同学那个都要注意啊，这个枪那个判决很容易出选择题，很容易出选择题，那个如果是法规的话，法规有可能考试，那个法规也是重考选择题，那个升官等，他那是原住民持有自制猎枪的使用目的要先设限，跟使用场域要设限。如不是传统文化的，如与传统文化无关，或是使用场域，不是在这公告的含义，就不得符合刑事免责要件。使用目的、使用场域要注意。那个他自己用，那个王公路捡的。是公家人使用非盈利非盈利目的，而且很重要那个去猎杀的话谁没有事先取得许可，那不适用有关刑法的规定虽然没有报备，也不适用这个都那个都这个都要注意然后我们非法猎捕保育类野生动物的部分那个这个。文化猎鼠文化活动之进行，曾有各种规范跟禁忌，即原住民之自主自决权理应当尊重，那自主权应当尊重这边土山的野保法的18条一项一款的然后41条一项一款的，处以刑法是对一般人民的规范画起来土山野保法是对一般人民的规范画起来对人民而言，也包含这个部分基于传统文化记忆那个猎捕、宰杀、利用、野生都不受18条第一项第一款的限制18条第一项第一款
啊，也保管哈，以身保一哈。也保管哈，对，野生动物保，野生动物保育。啊，野生动物保育法啊，那个有没有？啊，但它其权限不在此限啊，那个哈，啊，这个是也包括啊，限制啊，40803啊，那个讲的哈，也只揭示21条之一规定所指的传统啊，传统文化啊。包括非盈利目的之情形，哦，那个21条，哦，21条之一有没有？他说这个有没有？这个部分，哦，这个不21条之一的部分，哦，包括非盈利，哦，性的自用之情形，哦，那个，哦，原住民基本法19条，哦，也包括21条之一啊，这个部分啊，那个19条没有将原住民传统啊文化祭典或自用之非营利列补了啊，野生动物区分种类的啊，那个也包啊野生动物的话也啊也未限哦、啊、也未局限一般的啊，1951是要包括保育类啊，这个才是对的啊。然后803啊，那个它也有揭示啊，就揭示啊。那个立法者规范原民记忆，那个传统饮食跟生活文化因下因非盈利性盈利自用的需要而得这边除有特殊情形外是因不包括野生动物的上南很重要，上南是对于现行法的阐释，既已推导出原住民因非盈利性自用之需猎捕这些动物构成刑法的结论这个部分803这个这也没有可以推论出它是可以用符合刑法的这个判决这个同学要注意好，所以说那个还有讲那个行政院也有增订要增订这个宰杀的话那个原住民违反的话，宰杀的话，行政法用改行政法。如果原住民有违反，要改行政法，好不好？像这种东西都比较特殊然后因为主要是这边的那动物是供家人使用的非盈利目的，有没有？且基于传统文化的需要，不受业保法18条之一之限制，很重要，不受18条之一业保法是的那18条之一有没有？这个。好，18条也包括18条这个部分是第一项18条第一项是限制的那个综上所决，认定被告他原先是因属不法，第一审就判决被告行为论其处罚，非法持有枪支，对，非法猎捕野保各判一罪原判决可以维持自非释法嘛。案情确定且不利于被告这个部分他就是后来改判无罪了，他可以依次改判无罪好不好？像这个东西的话很重要那个实施高点同学的话，除了这个最高法院那个昨天的那个111号的台规台规111号判决以外枪炮那个盗窃管制条例这个东西修法一定考。同学要注意，好吧？我们今天的那个实施考点就帮同学分析到这边。